So if you calculate in another 5 years, you'll realize that there will be no donkeys.它的临床应用很广泛的，那么不仅仅可以用于泌尿系统疾病，可以用于心血管疾病，还用于失眠呢等这样一些精神疾患方面的疾病，同时呢更多的也用于妇科的月经不调啊等等内分泌疾病这样一些疾病。 Thank you.